来到丁小雨的频道，跟着小雨去旅行。好丢啊！好亮的颜色，看发一下吧。的活动是第四届 OK Run 的公益路跑。那我跟你说，其实现场的活动非常的精彩，除了有路跑活动5.5K 跟21K 之外呢，现场还有很多的原名市集，还有闯关活动啦、表演活动啊、公益的拍卖活动等等，真的超充实、超丰富的。这一支影片一定要好好的带大家一起去看看。那最重要的是呢，全数收益都会捐到 OK Run 的爱陪伴里面，真的是太有意义了。这支影片一起看下去吧。胶原蛋白，好香哦，闻到了。
供人民服装跟饰品来拍照，我们就来体验这个活动。好亮的颜色，超亮的。好，这样子比较亮一点。可以可以。那我是不是完成任务了？对，恭喜你。一个章，超棒的，穿好衣服了。我现在很像，那很有原住民的风情吧？美吧美吧，转一圈给大家看。好美哦，大家也可以一起来体验。还有这个射箭体验，它呢可以射十支箭，价值是100元，我们现在就来体验看看。没有玩过，没有哎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往前。哦，射到弹珠了，耶！很好玩，很有运动的感觉，尤其是手啊，还有专注力，真的不容易。你就可以想象，原来原住民他们过去在打猎当猎人的时候有多困难。因为现在这个山猪它是静止不动的哦，可是他们过去在森林里面，在山林里面在打猎的时候啊，是山猪一直到处跑的，很难捕捉，太强了。现在我们要来体验下一个活动，太雅之旅。那我们的图文就比较颜色的运用上比较丰富。群这边的图文啊，颜色是比较鲜艳的，对对对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下面这边的图文很漂亮，就在这里，这里这里，图文在这里，超美的。放下去，这边有开口，好，这个对，打尾巴，对，打下去，很好，很厉害。哦，我体验到泰雅族妇女的生活了，因为据我所知哦，泰雅族妇女最贵的事情。对对对，做一个包包也要差不多快一整礼拜吧。哦，我现在拿到这个是材料包，那我把它打开了，来打开，我们就慢慢的倒在里面。好，来，这样很有耐心。我希望可以工作顺利，丰收，幸福平安。只要你看这个距离有没有，上面这个距离对就对了。对，加油！还有一条，最后一个，好，好，可以的，有没有？然后这样稍微冷却一下，才不会烫到手。完成了，好有成就感的，耶！完成了，大家都可以事业丰收，平平安安。超开心的，我刚绕了一圈，我去闯关，收集完成。收集完成的话，就可以体验九宫格扭蛋哦，耶！我的扭蛋，跟你们说，这个扭蛋机里面最大。是电动机车，会不会大奖在我手上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，试一下手气，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电动机车带回家。我眯一下牌，眯一下。啊，我看到了，洗牌洗牌。好啦，我是这个虎掌运动毛巾。也没关系，但是可以把这个奖项留给其他朋友哦。那我既然已经抽到奖了，我就要去换奖品，走。好，我来换奖喽。我抽到运动毛巾。哦，这个礼物也太有质感了吧！哦，上面写什么？和平。都是我。
表演真的好精彩哦！这是我们的爱陪伴计划当中的嘉兴国小。我刚在现场啊，聆听他的表演，真的觉得是天籁之音，很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因为他们所唱的呢是非常纯净天然的泰雅古调。接着我们今年度啊，其实有新增了一个国小，是碧后国小，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。希望呢，他们在未来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十年计划都可以成长得非常好，大家也可以去支持他们哦。耶！以上就是第四届 OK Run 公益路跑的内容，大家看完有没有很想要参加？偷偷告诉你们，下一届明年度要在花莲举办，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报名参加，一起来支持一下不同的原住民文化啦！而且除了我们来支持运动之外，还可以促进在地的经济发展哦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底下的资讯栏都有完整的资讯，大家记得要关注一下哦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